以前在百越福建抓阄，他们不叫布袋戏，他们叫什么木偶戏。后来传来到我们台湾之后，传来到我们台湾，变成台湾的布袋戏。他的长相头很小，身体也很小，我们俗称他八寸九传统小木偶。当时啊，在演出的时候，农业时代，因为没有电视可以看，没有收音机可以听，那怎么办？ 庙会的时候，哇！所以这个人拢去看布袋戏，啊，变成当时啊，造成一种非常大的轰动哦。每个人都喜欢看布袋戏啊，这个会表演什么？哎，我表演这支啦，你给他看麦，这支啊。那一支棍子那么大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跳钢管吗？啊，那不是要跳钢管啊，我是要表演特技，布袋戏的人，我来挥，让这里滚。 哦，布袋戏的人棍啊！好，让你表演一下。哎，看你怎么耍棍子。嘿，先行动啦！你还，哇！哇！把棍子拿起来，在脖子这样转来转去，这个棍呢，让每个人拉得起哦，非常的厉害。哇！这就是现在看到的，就是300多年前。 从大陆福建泉州流传到台湾传统布袋戏，哦，我们俗称它第一代的布袋戏啊。你看，哦，这跟第二代的改良布袋戏，我们现代人才在跳街舞、地板动作，以前的布袋戏它就会跳街舞，它就会地板动作了。你看它多厉害哦！好，站好，嘿，这个是第二代的布袋戏，改良的布袋戏。 他的头变大了，身高也长高了，一尺2寸高。当时第一代的哦，像我手中这一种传统布袋戏，他要演什么？演古时候的历史性的布袋戏，就是说《三国演义》啊，《隋唐演义》种种的。像这一种第二代的改良布袋戏，它主要演出的戏码是什么？叫剑侠戏，叫不叫戏？当时在演出都会放飞剑。 哦，行侠仗义，好像那个小说里面的男主角哦，嘿，非常的帅，出门还会放箭，哎，你会放箭吗？你也没有很帅啊，你可以放箭吗？红军啊，我放一包，让何人看你都知，我挥剑把棒出去，哇，真的会放箭哦，挥，哇，飞来飞去，哦，这个是咱怪体所看的，叫不叫人呆？ 弄个半盔甲，嘿，拉住，拉住，嘿，拉住，嘿，不要伤到人，嘿，坐稳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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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没表啊，好难缠呐，又要没缠了哦，啊，收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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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剑收起来哦，不能伤到小朋友哦，赔人家赔不起哦，哎，对，半盔甲，来，哎，这就是第二代的改良布袋戏，哦，你看他的头那么大。 长得好像卡通人物一样，手短短的，而且还发嘎。为什么发嘎？因为它是先嘎，功夫点料时候你才它才发嘎出来哦。哎，还染头发，我们现代人才流行染头发，太慢了。以前的布袋戏，你看它就染头发，染成这种蓝色的哦。哎，第四代的发明，眼睛都会动了哦。哎，它会抛媚眼，哦，嘴巴也会动。 哎，弄个目睭皮，而且它的全身都有关节，跟我们人一样哦。来，抛下媚眼，哎，眨眨眼睛，有没有看到他眼睛在动啊？哦，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代表作，一根红绳到美国的电视台都有在报道。